没事，我们玩亚索也上去看看哪个倒霉蛋进草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且随疾风前行，身后必须留心。看看哪个倒霉蛋进来啊！没有倒霉蛋进来，居然！全军出击！哎呀！不是你死！哎，别着急啊！歪了，撤！兄弟们，被发现了，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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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吾之荣耀。中风怎么这么疼啊？怎么这没打掉，没打我这几下我没血了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突然之间我的血呢？他是哪个呀？他是冰川征服这个。一扣耳链，致命点燃。你有皮孩吗？你没有。中风。真可怜，你没有皮孩。压了，攻速孩了，出门。中风，插眼一口耳链接屏 A 点赞。你一开始不挺能点赞的吗？换了一个尼寇是吗？好像换了一个。中风，回家了。啊，换了一个。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妮蔻，等个10块钱，我们来个灵光披风。不是灵光披风，灵巧披风。中风，一扣耳链平 A， 再见。我说不打了，停停。
终结。还挺他妈能走位。挺能晃还。我顿攻了。亏了，小亏200，但气势咱不能输。他跟我在这一顿走位，那我能忍得了吗？必须得把他戳死，这不得让他给秀了吗？好运！你先给我中风。假的，假假真真，真真假假。走位不错，就是没什么用。你一扣，你不挺能走位的吗？走吧，我不放 Q 了，我看你怎么走位。要没了啊，这中路要拆没了。一会儿回家出把无尽。中风，再中风，差点我又给大了。不追了。我在这吃小兵。中风。一Q 耳裂往回拉，好风吹，哎，这必须得炸死他，然后出来中风戳一下。我可回家了啊，一扣耳链套点盐，烫死了，不用你了兄弟，你这不也死了吗？
先来把魔镜，完事我们出个影魔刀，不行，那顿攻了还出个屁影魔刀，出什么呢？出个振奋。这挺难受啊，我想把这个盾弓给他卖了。我决定出个振奋，然后来个破败。水银加银血剑，不行，我不会用水银，别让我出那玩意儿。你这初心，中风，给我中推，掉血吗，小妹妹？掉血吗，小妹妹？那也不掉血呀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样打给我砸的，中风，没有小兵了，兄弟，不行了，我先撤了啊！这可不行了，四个妮蔻呢，有风墙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不觉得你无敌了？这是个 AD 的，天！振奋加破败，刚才是个 AD 的，躲技能没用。他们要都是 AP 的，刚才我能把他们都杀了。我大起来以后有个盾，但是给我下当了，给了500块，给拉萨拿了500块。哎呦哇，这拉萨1811啊，他怎么才死这么几回呢？这个拉萨，是他不？拉萨，应该是啊，出星界专注那个。智慧默印那啥吧，出完破败的吧。没事，直接给我炸他！能不能让我动一下？为什么动不了？他奶奶的！不让动，这控制属实是有点难受。换水银鞋，一会儿的吧。算了，这样也行，把破败先出了。我们得去上路，把他们家上路给推没了。我一看，开始推线了。这怎么有个格格不入的狂风之力枷锁呢？谁高德赖克了？拉萨！我靠，拉萨居然高德赖克了！把大龙打了。
来，把大龙打了，节奏。打完大龙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快点跑，谁不跑？谁不跑谁傻子。好，我们赶紧闪现走。操，真是没法闪呢、啊、根本就闪不了，赶紧跑，打完快点跑。还行，刚才我们有两个兄弟出去给我们吸引火力，还可以。我发现了，跟对面打团啊，先跑再打，等他们大招完事以后再跟对面打，要不然根本就动不了，不让动，没法动。小龙打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不丧尸围城啊，这是啊，这人太多了，来来来，他们都没大了，快先杀这拉萨，哎，拉萨你想跑往哪跑，都给他戳死。拉萨一死就完事了，推完中我们推下，上路吧，不能再拆了啊，太他妈多了，这兄弟这没法上啊，只要一被控到，那三个已经放完大了，没法动了，太难受了，不让动，太恶心了。集合一波推上，刚才就不应该等他们五个人全出来我们跟他打的，你知道吧，就不应该打，每一个打一个人就控到死，水银般脑不不要，就不足，救不出，救不出那水银。来，去上路把他追了。中风。智慧默印不加移动速度呀，快跑，
中风，他刚才如果敢动啊，我们直接就大他。没事，已经没有几个大了，而且对面要守中。中风，给我杀！还敢不让我们动？就你叫拉撒呀！给我杀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吹一个，吹一个！没了。